今天是3月31号，那我们现在是在灰熊镇的早上，看到哇哦，天上飘下来片片的白雪，哦，下得很大，在台湾应该很少机会可以看到雪是这样子的下了，那。这边算是比较冷的。那至于我嘞，今天穿的衣服算是还好啦。所以说呢，